保定的特产有保定面酱、白洋淀松花蛋、唐县大枣、大慈阁香油、驴肉火烧等。保定面酱是保定三宝之一，色泽红褐，入口绵甜，主要是指甜酱，但也有黄酱。甜酱是用面粉制成，黄酱则是用黄豆制成，始产于清康熙十年，距今已有近400年历史，既可生食，又是烹饪的调味佳品。白洋淀松花蛋又叫做河北皮蛋，是保定新安县的特产，剥去蛋壳，蛋体呈茶褐色，表面有松花纹，形似琥珀，富有弹性，切开后蛋黄为深绿色，非常浓稠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，吃上一口回味无穷。保定的唐县是尧帝故里，已有4000多年的大枣栽培历史，所产出的大枣有个头大、核小、皮薄、肉厚等特点，是枣中的上乘佳品，在清康熙年间被康熙钦定为皇宫贡枣。大慈阁是古城保定的象征，大慈阁香油就是因产自大慈阁禅院内的香油方而得名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香油之一。香油外观呈棕红色，清澈透亮，味香持久。驴肉火烧起源于保定市、河间市一带，是华北地区极为流行的传统小吃，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，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即可制成。驴肉鲜香软嫩，汤汁浓郁，火烧口感酥脆，吃上一口可以带给食客双重体验，